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所以各位，你们坐在这里，这个呢，不是一般追求富贵的地理。做地点呢，是咱的修行，咱的修行，好，咱的打坐、禅坐，以天地合一，天地合一，还所在。你们坐在这里，阳气。真旺，阳气，恁的天灵窍，天窍这里呢，哈、哦，一麻，透过一麻，这是必然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今日在这里坐在家，各位拢伫这里穴太极内底，拢已经内底了。恁每人所坐的。拢坐到了，好、哦、各位啊，你们不要讲哦，老师坐的才是黑，你们坐的比我位较正。那么这个地方修有法门，是啥想哈呢？六字大明咒，观音灵感真言，想哈，嗡嗡的是啊，那么四周的山。啥嘞？嗡、突破，突破，这个虚空，嗡、嗡，大家喊个嗡、嗡、嗡，不搞嗡、嗡，声音对平起哩，嗡、嗡、嗡、嗡，好，嗡嘛哩，巴咪，轰轰，就是对山河大地对，好，嗡嘛哩，巴咪，轰。嗡嘛呢叭咪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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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嘛呢叭咪吽。各位爱提纲的，爱提纲，把心，把心往内看，往内看，看你这里那个丹田的所在。现在你们把你们的手，把你们的手，哈，这手左手在里面，好手，好，你们开始念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好，一直念，嘿，一二三念，嗡嘛呢叭咪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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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嗡嘛呢叭咪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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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嘛呢叭咪吽。嗡嘛呢叭咪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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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m Mani Padme Hu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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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Mani Padme Hum。即是功德无量，啊，即是功德无量，啊，好，你好，你走的，对，啊，对吧？这是你看，你来打，第三。这个所在吼，要截地里呀，哈啊，后壁收家顺着落来的吼，这拢无地理嘿，你们不要弄错，莫去骗你哦。竖着后山看足水的，左右拢真水，但是山拢白掉嘞，白掉嘞嘞，未出头天。好啊，后壁嘞断崖收着落来嘞，这拢没有去，拢无去，所以这未结地理。那么上面的所在呢，开大洋，大莲花，这些大莲花、浮水莲花，真大蕊的莲花，足水的。好，那我们这坐的那个地方呢，莲花的中心，龙花莲花的中心呢，都在底下的所在。那里一个缩的，一个出卖的开啊，好，一个大莲南莲台的，这所在做道场，阿弥做风水，好，阿弥起厝。做道场会使尔，做场其他拢袂使嘞。好，平常你若来，可以在那打坐，爱注意，遮外灵足侪，动物灵真侪。好，动物灵真侪，恁来一定要先念佛、念咒、回向。那无嘞，恁等伊对恁等伊，好，这个很讨厌的事。好，各位啊，他们还在上面，都在上面。好，那么你要不要出外号嘞？一定要打坐啥，六柱大明咒一定要先念，念了拿着一座功德回向，你们才可以做，好、哦、才可以做，好、哦，不然你前教人家所在呢，哈、哦，没有一句话讲回馈，妈妈没晒的，那么就度他们，抖音，好、哦、啊、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哈、哦，就往目的地五点呢，我们要到那边，然后就关门，好、哦，能稍微快一点就快一点，能慢一点再到小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兰今日呢，现在在王室的宗祠后边。王室的宗祠呢，咱快去起来都要从模型来看。都讲咱家的负责导游小姐啊，阿姨啊，甲咱解释啊。那么现在就换咱来讲地理。啊，一顶神仙看车道，二顶神仙看水口。啊，这个所在后边迄个山呢，拢是文曲星，诶，文曲星。啊，那么咱只讲到西山，无论西到虎，拢是共一块诶。啊，是咱雾江饭店呢，
啊，咱孙小姐啦，阮老孙老板，伊迄只狗啊，小狗狗嘛是，我甲讲那像虎，啊那像猫，伊讲很多狮，啊，迄是真正可爱，足有灵性诶。那么有机灵必有机灵，有机灵必有机用，其用。啊，咱的三行有符合，迄、那个动物灵，动物灵呢？无论什么动物，拢有伊的庄严性。那这个是好多狮啊黑，哦，狮啊黑的。啊，咱有诶咧，啊，像咱台中，啊，林家花园，林家黑就是猪母黑。你讲猪母黑无好吗？猪母黑，啊，伊嘛是真发财啊。咱无讲猪母，你讲啊，伊就唔好。猪母会生猪仔囝咧，去繁衍子孙万万年咧。哦，所以你爱知影各种的地势地形，伊然后生形者必有其灵，有灵者吼，咱的灵原来都从如来过来，如来过化身落来啊。吼、哦，不管你投胎什么形啦，拢有伊的功德力。啊，咱这个黑的，啊，这狮的，啊，这江下狮的黑。这狮脚床倒翘翘翘翘对，这个当兵兵的，那边也在靠翻头靠你这里来。啊，这个地理啊，这样啊，这地理，啊，当时王家要起这个租厝嘞，啊，这个地理先生是有够搞的，有够搞的，一起的人穴，天、人、地，地穴先立起。都去了人穴，人道想读后，这是天道天穴。这个天呢，这在起庙，起庙的啊。啊，就这样呢，我在遐看化缘来的宗师，我问咱的师兄，我因这有人做神了，无啊？啊，现在无咧，问咧，真俗不？哦，说护法拢开个徛伫祖先咧面头前个位安呢，叫我站袂条诶。啊，叫啥在里条？迄个庙地啊，是神啊！证明我啊，王家嘞，因为慈善家有人做神去啊，啊有人做神呐、啊。那么咱冥冥中，政府甲做文物保管呐、啊、文化村呐、啊，怎么样都不管怎么样，诶，自然有人会去甲伪造这文神那个守护因王家。哦，所以王家呢，当然啦，哦，伊有这个天威嘛，应该这个所在正好单位讲才对。啊，恁是家人，恁知影无？哈？单位啊？哎。我啊，咱甲苏东时这点呢，甲起遐呢，王家占袂了，这是庙地。天穴，啊，占袂了嘞，那所以起的人穴，人穴都咱祖师讲哈，所以这神仙有够好，我来看啊，有够好，真正咱中国熬神仙要做只拢隐藏尔，吼、哦，拢隐藏尔，唔是讲熬还袂出事哦，熬有出事，吼、哦，那无伊袂去点只。但是迄个神仙要地无？要地咧无？啊！你顶是熬神仙死去啊！啊！熬神啊！个熬神仙还袂出事，是一定安尼。熬还袂出事，啊！个熬个一个死呀！啊！咱现在这个血咧，啊！这拄啊一支迄个腮黑，一支正卡粗咧，一支。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拄只托你讲的所在，迄神仙有够牛。这个虎，
这个西线啦，西啊，伊这正脚触掉绕这个位石头，伊拢个捞掉嘞。所以面顶发的精神，加低调的，困掉的。这个位呢，神主神地啊。哦，那阿爸那家呢，要起这个庙的时啊，哦，只有会使来只坐是啥人？虽然无去嘛，只王天君。天国雷公啊，雷公我都王天君嘛，所以王家、王氏啊，一只王天君啊，你虽然咧看无啥，事实伊面顶伊坐伫这个位，你看天顶开一个开一个空，哇！雷公讲一下吼，啊，但是迄面顶个开一个空哇，哎，面顶开空，啊，边拢混杂掉啦，哇！哦，即系咱祖厝哎，真是。做出来，你个安托你讲，给你做好啊神，嘿，这那么这现嘞，王家啊，甲王天君、雷公一讲的，拢同聚一堂就对。啊，那么月亮，伊就真正谦虚了，看到这位好些插到前去，哦，好些插到前，啊，因为西啊，伊是贵嘛。塞得俩人，伊咪用嘴夹，哦，一定会正下水去扑。你去啊 ，discover， 啊，你看伊那啲翕起了都塞这俩还动不得啊。好，总统老师一定是都下热的，正下都扑出来啊，正下就甲热来，啊，领养啥，一正下都甲热来，啊，又叫夹呀，啊，这都下热的，正下出来，那么这个是嘛是这个是。啊，所以这下叫做，你人血，你所在用当年我托你讲，吼、哦，这托你讲的星座家己调咧，啊，一直袂伤人，化为一种，这个，哈、啊，那嘿，为有用，为用，不是尾巴啦，嘿，起来，人讲是尾巴啦，啊，因讲是好多尾巴，来讲啥呢？师兄。那个西头是这个位安落啊，好啦，咱地理咱为了唔知影伊道理，啊叫尾巴，尾巴你就免去去啊，啊这个一个好些触掉嘞，啊这个下这二条嘞，啊这个嘞，吼西，吼西嘞，伊嘛会狮子红，哦红狮子红，所以当人家会出真巧的人嘛。会出真济高人啊，哦，红华丽生啊，唔只朴素，哦，一挂遐企业家会真济嘛，啊，就是安尼嘛，啊，有诶是安尼讲，哎，有诶足巧诶足戆诶，哎、欸，你世间你无巧诶，甲无戆诶，你无戆诶就无巧诶，好比拼咧。哦，所以有诶人出了感觉戆戆，伊上自在啊，伊生烦恼啊，伊免去诶约三点半啊，啊巧啊都爱约三点半啊。啊，去拟定迄足侪政策来为全民啊，所以巧甲戆呢，拢是一线之隔。啊，你若规个拢巧诶，迄地理迄嘛是，因为有天文的时，有天文啊，大房、吼、哦、二房、三房、四房、六房、吼、哦、六房、五房啊，一四七、二五八，哦，这个房分，所以伊诶多多。起点人事，就安尼包掉咧，四平八稳，长河继续。这点地理就足好个安尼俩。哦，好啊，在伊有请大陆东方先遐尼个先生啦，一般无坎坎，都甲当面顶呢，嘿，只子孙啊摆个七三走，七三落去走无咯。因为咱凡间人吼福分也无积足，无积足，哪有可能去甲含遮个？神啊，去占着神的位咧。啊，所以先生，你也要做神仙麻烦啊。啊，你若看到有天孝穴、啊人穴、地穴，若要人诶，你着甲冲人穴。啊，你若要甲起庙咧，你一下就起天孝穴。起天孝穴诶时，吼、啊、主人咧，吼、啊、那么神威，啊，才会神威，众生才会幸福。啊，咱迄个乱。啊，落来位
这正月现在是大东西啊边中这位，啊，这个就是咱的泥王公碰着那一只，碰着那一只，这点的所在，啊，吼，天消穴、人穴、地穴，地穴都在咱下面，行到下骹，一个水池啊，要爬起来，卡起来半路，遐创一个池啊，遐嘞，遐一个地穴，啊，地穴底下，吼，啊。嘿嘿，玉米池咧啦，这些地穴多滴啊。好，啊，咱今天呢，大家拢在遮，是咧轮雷公的所在，咱遮姐姐阿伯袂雷公讲啊啦。因为大家甲雷公大家好朋友啊，哈，然后熟悉啊，好，祝福各位啦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好，阿弥陀佛，好，咱来看哈。啊，你看嘛，有真水无？后壁吼，迄个塔是袂用去做啦，啊，唔算合理啊。啊，咱的尖顶若要起厝，祖先厝的所在，你则袂用去甲，移落。吼，迄大房，啊，大房较移落，啊，大房若做医生就无要紧。吼，大房诶，塔是对着大房。嘿，对着大房诶。那做些天然医生啦吼，大些都拢就无要紧啦。那么做医生做官嘞，迄个地嘞就袂。嘿，你看现在迄、那个所在，迄、那个风头啊，欢喜个嘞，是哇。遐这个嘞，艳阳花啊，迄个刺啊，可能迄搭嘞啊，比较油干嘞，内底无油嘞啊，迄个血就是啊。哦，就。哈，嘿嘿。还石头，嘿嘿，哦，迄个地啊，迄顶多天嘛，开天窗，嘿。好，那你好，好了，今天我们上课，大家阿弥陀佛。